Hi, my name is Kaiwon. 今天又要来了。Hi, my name is Kaiwon. 今天又要来分享一下我们整理摄影师房间的第四集。那来到了第四集，那我们前三集已经整理三个角落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来整理一下摄影师的电脑桌部分，就是桌面，还有我们电脑荧幕后面的线，把它整理干净。还有我们荧幕有一个垫板，我们要把它变成黑色的。那我们今天就直接开始吧。Hi, my name is Kaiwon. Hi, my name is Kaiwon.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摄影师的。Hi, my name is Kaiwon. 今天要来跟大家。Hi, my name is Kaiwon.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摄影师整理房间的第四集。那我们前面三集已经把我们的三个角落整理干净。Hi, my name is Kaiwon. 今天来到第四集的摄影师整。Hi, my name is Kaiwon. 今天来到第四集的整理摄影师的房间。那我们今天要整理的角落就是我们的电脑桌部分。那我们电脑桌就是只有表面的部分，但是也还蛮大的工程，因为我们电脑桌后面的线真的是非常非常多，非常非常复杂。把线整理干净，我想要尽可能把线全部藏在荧幕后面，而不会垂在下面乱七八糟的样子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